加不减，游戏开始。感谢两位弟。红叶蝶，怎么了？你说，尽管吩咐。只要猛驴兵能做到的，帮你安排啊。门口看到枪管子没？哎呀，还看到枪管子了，小逼。互动在哪里？在那个聊天框，手机端的兄弟们就在那个聊天框边上。就在一楼。那就交流一下吧。喂，能听我说话吗，兄弟？你是对面的吗？对，我是对面的，你是咋的？你过来搞死我呀你！你在那里叫什么叫啊？来搞死我，我叫你爹！我跪着给你舔脚趾头，一个一个给你舔得干干净净，你来搞死我来！来告诉我们弟弟，你们这群蝼蚁知道吧？我老子一只手就能捏死你们！你这个老六，你不要叫了！蝼蚁，知道吗？你们在我面前。老六，你过来啊！老六，我一根手指头就能捏死你，老六。过来啊！求你们告诉我，弟弟们。哎，你过来搞。还过来，两三个都不敢忙我一个吗？你过来忙我呀！就这，就这，是炸我！告诉我呀！哎呀，死了！啊，这人都没抢到吗？我来这里。来上来告诉我弟弟。说啥呢？我是上来告诉我呀，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牛逼？啊？你跟我斗啊！我跟你斗的咋的？我一只手就能捏死你，跟你斗。了不起啊，大比斯了不起又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怎么样啊，宝贝？有用吗？有用吗？买谁了？妈的，大比斯就是打不了，打不了，打不了，兄弟们！妈，大比斯太恶心了。我要把喷子就行了，有把喷子他必死。没办法，没办法，但凡有把喷子，他早死了。这种点位没有喷子，打这种速射楼没有喷子打不了，太难打了，知道吧？而且他是个大必死，没办法，操作不了，没有操作的空间。飘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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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飘
等一下啊，充了任务没开，我靠！兄弟们，今天两倍新兵都两倍上线啊，过了三连就没了。新兵都还没拿，能各位兄弟们，一定记得拿满啊，新的一周了，今天星期一啊，新的一周，新的一天，新的气象。还没有开出钻粉的各位老板，各位想当爹的兄弟们啊，都可以开头像。只需要你开出钻粉，就能当爹。有酒当爹，每天来直播间我都会欢迎你，都会叫你爹。其次，你还能获得咱们直播间免费获得咱们直播间包邮到家的专属定制 T 恤啊。 只要你开通钻粉，就能获得我们直播间的定制T恤一件，好吗？开通钻粉就送，而且还能当爹，而且有一大堆特权。兄弟们心里有个数啊！撤兵了！撤兵了！ Get you, get you, girl. Woohoo! To continue by need me. Jianghu爹，钻粉可以带上了啊！你那个钻粉可以带上了，你看看找一下那个背包里面什么的。 你看看钻粉那个徽章怎么戴啊？你还没有戴上，你去戴一下，好吧？撤，撤，还没走。 三个小黄伞，三个高丸，完了，游戏卡住了，完了。 我操！斗鱼5753点不关注兄弟。哎呦妈！ 把个烟出来了。OK 了 ，OK 了 ，OK 看到了。感谢小佳送的克拉钻戒啊！哎，这礼物真好看。哦哟啊！恭喜小佳中个山水啊！哎呀妈呀！ 哎呀，恭喜小将的2连中啊，连中2个山水。喂，能听到吗？ 哎呦我去！你这什么妖魔鬼怪啊！我靠，你这么狗的吗？完了，二上楼了，帮我吗？没血了，我剩一丝血。在我脸上，在我脸上，一楼，我没血了，我一下就得死，完了。骗你的，骗你的，兄弟。
躲起来，拿过来，提前的装伞，最后的思路，最后的希望，最后的美不细节。喂，一楼的可听我说吗？一楼的。 你看到没？这个六幺八又来刷了这个六幺八，所以说黑粉也是粉丝，也能给直播间带来热度，你知道吗？刷了两天了，你说他会讨厌我吗？他真讨厌我，他会一直看吗？会一直刷弹幕吗？是因为他并不讨厌，知道不？ 哎呀，不拿大鼻屎就会死是不？妈的，人家拿个大鼻屎，连续两把了，只要给我把喷子，老子都能杀穿，知道没？喷子都不拿一把稀巴的，妈的，给一个爸爸给别人拿大鼻屎，大鼻屎，大鼻屎！哎，大鼻屎这把枪是真牛马，真他娘的棒！我们这样的玩家从来不拿喷子的，怎么玩啊？这个游戏，我服了。 这三把枪皮肤都一般，这个还可以。赛博威奇，这个皮肤是真帅，好帅。行，打不过人家就给兄弟们抽个奖啊！ 开播第一把给兄弟们送个游戏啊！三把直接必死，必死两把级，兄弟们，点关注参数啊！当炮一多中奖就那高，兄弟们，开播第一把，开播第一把。哎呦，欢迎哇塞哥啊！哇塞哥，晚上好，欢迎哇塞哥。怎么说？除了屁虫跳了就行了，兄弟们，开播第一把你们说了算，你们说去了我就去了。这个时候一定要来出这个歌，嗨皮笑。 快把你吧，给我们这把鸡兄弟们！我操，来的小龙猫！宿舍楼吗？就这些点位，没有一个是钢枪的点，没有一个是真正的钢枪点，知道吧？都是老六。 来了来了，开了开杀，兄弟们！喂，蝼蚁们，能听我说话吗？各位蝼蚁，呼叫各位蝼蚁，能听我说话吗？ 大鼻屎二级甲。
还闪身喷，你能喷过我，我吃屎，兄弟！完了，把你阿基甲、阿基甲和大鼻屎，我靠你，看这肚子还稀巴的。 直接骂，直接骂，就一个，直接跟我冲，这个厕所里面。太年轻了，兄弟，先开个谁跟你说话呢？啊，确实没了，他们没了。三级甲大鼻屎，我猛牛逼，不知道怎么死啊。三级甲大鼻屎没死过，五杀直接收，八杀准备就绪。 五杀不是轻轻松松吗？我想认真玩，不是随随便便杀吗？追我的思路，追我的细节，追我微操，追我的笑。OK， 高一没打了，高一没打的情况下，我们不冲，我们可以选择勾引。如果他们还开枪，我们就可以上。 他们没开枪了，我们就不能冲，知道吗？这就是细节。缓缓来全杀了，这个 TH， 这 THR， 你别逼我露脸啊！呱呱走了，现在就花花了是吧？那呱呱走了，不刷呱呱了，现在天天给我刷花花，露死你心包。 过去了，追我的思路，追我的笑。Everybody, let's go！ 准备好了吗，兄弟们 ？Ladies and主要是继承他妈的家业，把他妈的吧，知道吧？直接往这里。全都是蝼蚁。欢迎心痛哥啊！ 把我的枪瓦是我交的吗？可以说是我交的，也可以说不是我交的。<音>
这个兵是个挂啊！来个雷！你还舔包？ 我操！莫来之嘞！莫来之嘞！再救人，直接往上，直接往脸上顶，还行，正好杀了他们两个就八杀。 靠什么就甩喷啊！牛逼！这种白自己的一般都是人才。 小小九杀送给各位啊！兄弟们，跟那些小联系讲一下，为什么这波要拿奖拿坏的三级甲？跟他们讲解一下啊！看到有很多兄弟们有点孤陋寡闻，还不知道为什么我这波要拿坏的三级甲。现在知道了吗？ 给兄弟们就送个游戏啊！点关注、参与、分享、弹幕发越多，中奖几率高。问答环节可以提问了啊，兄弟们，不够刷，开播第把刺客就啊！嘴一个，嘴一个的话，最少开个钻粉吧，好吧？一个飞机起步，我觉得性价比最高的话就开个钻粉吧，怎么样？啊，我拽姐。 拽姐应该没问题吧？拽姐，你看我们这些女粉丝都有串粉，是不是这些牌面什么的给搞一搞？怎么也得给蒙牛逼拿点好处吧？我是湖南益阳人，兄弟们。 是的，女粉都有涨粉。你看那个灿妹啊，
灿宝贝，看到没？那个叫灿美的灿宝贝就是钻粉，她也是女粉丝之一，你知道吗？可以不？你把个小把子把金，小把子那边小把金，再个下去，耶呼！妈，这里有车，我靠！转个一小，我去万两，不来初中，寸草不生，马拉之法兄弟们，呜呼！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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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啊！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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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下眼圈给我打在胳膊上面，不知法下句是什么呢？不够撒娇，不够撒娇，不够不够撒！这把技送给大家，没有什么上半时间，给我微笑给我笑，二六八年 ，Let's go！不够杀，不够杀，不够不够杀，把不够杀给我打在个皮沙。不够杀，不够杀。别给杀，别给杀！我不知道我这把枪在这个图怎么玩，这个圈我怎么玩，怎么玩怎么玩？我不知道这个圈大兵是怎么玩，我真的是疯了，难度了，西巴那个 Kisaki。这个炮楼随便攻，这个炮楼随便攻，往这个坡下停一个车，这个炮楼就没得了。这个炮楼随便攻，你看，随便攻，随便攻。你看。哇，这个逼体验箱有点问题，这边是个挂，兄弟们，举报了，这边绝对是挂，这个枪有问题的，妈的，我着急了，我确定是这个炮楼下面是有两个人，但是因为这个雷，知道吧？这个雷给老子震的耳朵都听不到了，脚步声都听不到，我根本就不确定那个人到底是从右边出来还是从左边出来，搞得我着急了。直接往右边拉了，直接往前面冲了。这一波，我不确定左边有没有来人，知道吧？完全没有脚步声，所以我着急了，可惜了，没办法，只要能杀我的都是挂啊。上把杀了几个来着，兄弟们？哪里在的，兄弟们？上把杀了几个？没办法，我听不到那个脚步，知道吧？我不确定还有一个人是从右边还是从左边，所以我当时慌了，我直接往前顶了。上把杀了几个来着？九个吧。开板了，兄弟们，开板了。如果兄弟们觉得某那边打不错，可以帮我那边把半卡心愿归过啊！可以，兄弟们，各位兄弟们可以多多支持一下，感谢 T H 送的账号，感谢大哥，感谢我 T H 哥啊！大哥加一个人头还是减一个，你说了算啊，大哥。感谢许阳送的账号，感谢大哥对我那边支持的啊，谢谢大哥，大哥加一个人头还是减一个，你说了算，大哥。
留下可听我说话吗？可以可以可以。你们一起上来搞我吧。怎么了？搞死我，我叫你们爹。跪着给你们舔脚趾头。好吧。只要你们能搞死我。受不了了，受不了了。搞死我，因为你们在我的眼里其实都是蝼蚁，我一个手指就能捏死，知道吗？上来，别怕啊，就是一丝血了。赶紧的，杀吧你们，好去杀下一队人，不要犹豫，不要墨迹，犹豫就会败北，赶紧冲。对，这就是自信。把自信两个字给我打了个名声啊，我需要看到满屏的自信。怎么敢忙我的，有把喷子就敢忙我了。刺猬爹这个普星是什么鬼啊？哎，这个圈还有往机长切的可能性呢。刚刚机场那边还是有枪声的，有人的，但没漏了，估计在当老六了。去那边搜一下，不往这边走了，去这边搜，然后去车库拿车走了。吃鸡送火箭啊！就你这个名字，我就不像啊！兄弟，就你这个名字，你说你吃鸡开皇帝我都不信，你说你吃鸡送半烤我都不信，送火箭，你送个试试？你送了我现在立马叫你师兄弟，懂吗？不要怪猛牛逼，不相信你，因为被骗的都多了，就已经失去了信任。加上你这个 ID， 加上你没有粉丝牌，所以我不相信。你有种就送，你看看，你送我照样叫你爹。我不信你能送，懂吗？昨天一共输了200,000余元，常规啊，刺猬的常规，没关系的，余万可以输，感情不能散啊。这把游戏该输了，再来个锤我起飞。你真送，你送一下看看，你送。听问吧，兄弟们，问啥都可以啊。警告问几款题，平常不要握把，全都是。想要一个，现在想要一个都拿不到。吃鸡送5个飞机，你咋不送我火箭呢？搞笑，一群口嗨怪，真当猛牛逼好骗？你真的以为猛牛逼还是以前那个稚嫩的少年？你真当猛牛逼还是以前那个牛马啊？今天分手了，裂开，那个妹子还挺喜欢的。哎呀，刺猬爹，没事啊，
能选择啊走开的，说明都是不是对的啊。信我，有缘无分罢了啊，没事，下一个更乖好吗？这小三节包，吃鸡送五个飞机可以，吃鸡送五个飞机可以当妈妈。可以当爹吗？可以啊。哎呦，我妈给我打电话，我靠，咋回事呀？哎，我微信怎么刷不出来呀？消息，赶紧给他发消息，不然他又要给我打电话了。我靠，这宿舍楼的人走这么快吗？我靠，我手机刷不出来，竟然，奇怪。有了。宿舍楼都走这么快，没啥意思。啊！走的家里，跑的后里，我就不留笔，再留笔。感觉这边有点草率了呀。车没了，人家跑走了。不理我呗。哎呦喂，怎么可能不理你呢，张哥，没看到你的弹幕吗，张哥，怎么可能不理你呢，我猛牛逼合的可能会不理你呢，张哥，你说张哥，我跟你说啥了啊，我不是马宝男兄弟，我不是啊，我后面是丫丫接班啊，丫丫接班。
如果不出意外，应该是刷我脸上了啊！完了呀！往这边跑，一号点这边有个固刷，一号点固刷。本来打算我吃鸡给我送个火箭的，不理你就算了，怎么可能会不理你呢？开玩笑，必须给你安排啊！这个鸡送给你。既然张哥都这样说了，这把鸡必须安排到位啊！看那辆摩托吧。吃鸡五张麦卡，没吃叫妈，没问题。我家木子啊 ，OK 啊，木子是吧？行，安排你这个我接了好吗？接了。明天高考了啊，高考的学子啊，赶紧睡觉。如果还在有在直播间明天参加高考的兄弟们啊，祝你们明天考出好成绩，考出你们理想的大学啊，考上你们所期望的大学，希望人手人人都能啊考上清华。到时候你们就说我看某牛逼直播考上的清华，加油啊！这把掉人太快了，今天开播第一把就刺过去了，那就来个两连击吧。有啥紧张的？一个高考就紧张，你以后结婚紧张不？啊，你以后结婚的时候紧不紧张？求婚的时候紧不紧张？谈恋爱的时候紧不紧张？表白的时候紧不紧张？一个小小高考你都紧张，身为咱们直播间的一员，如果连个高考你都怂的话，兄弟们那就啊，这个叫什么 New Happy New H6G0903， 这个屌毛杀了他俩四五队了，我靠，终于倒了这个逼，漂亮，终于倒了，哇，一个队呀、啊，他们一个队都叫 NNH， 我靠 ，New Happy 的粉丝，我靠，哎呀，好猛啊这一队，哎呀，另外一队还是没打过，你们补人呀，不知道补人吗？人都不补，你们怎么玩？完了，一个满没队，底下莽我真杀猪一样，好吧？我估计莽我的话就莽猪一样。好歹帮我杀掉一个吧，减轻点压力吧。这个队他妈的一直在杀人，杀了四五队了。恭喜锤奶啊，中肯山水，恭喜老板，找小家领取福利啊。什么吹牛逼大学，不要说话啊。高考只是决定你以后在哪个城市打游戏。我操。这话说的不至于。哎呀，还有玄子都没空。想杀这一队只能来个出其不意。这队太狠了，
妈，最少帮我补一个吧，一个都补不死，只剩两队了估计。估计是一打三打四了。什么叫猛男没经历过高考啊？红叶，你说这话我就不高兴了啊！这话说的，听说你们杀了四五队啊？你们这个战，你们这个战队，你们这四个人应该是都有水平的。有一说一，我一个卡，这波我还是得卡了，应该还是得卡二楼阳台的。我想到的，他们肯定会用先第一时间就第一个雷肯定会往这个楼梯口丢个雷，我应该卡二楼阳台的，但也不否定这队可能有挂啊，不否定，好吧，我感觉有挂，这三个里面最少有个透。可惜了，这没办法，你完全没有还手的余地，你根本就没有还手的机会，太离谱了。这就是标准式的公路啊！这波我如果是刚刚第一时间是在二楼阳台的话，这把应该全杀了，因为他们丢雷肯定往我这边跑，我直接一波体验枪秒一个，还是得待二楼阳台，这波傻逼了，有点多，有点想多了。这个叫猛牛逼的爷爷的，原来是那个超人，是那个超人黑粉，难怪起个这个 ID， 还什么吃鸡送火箭，哎嘿，他发现他口嗨不了我，气不到我，他现在又开始暴露了，看到没有？那个叫什么？哎呦喂！感谢侯爷爹送你加飞哥啊，做我侯爷爹，爷爷做晴天，天天上，身体健康，万事运，福禄段，寿比南山，虎年大吉，虎年新年越来越强，感谢老板，做老板新年越来越强啊，做老板。岳主任想再做吗？兄弟们，大主播，感谢我红叶点出你加大 V K， 兄弟们，大主播，感谢红叶点大旗，我需要看到满屏的大旗，好吗 ？Let's go， 开扫，没问题，红叶点，加二十个人头还是减二十个？你说了算，红叶点。把那个叫什么猛牛逼的爷爷直接三六零啊，他是我们直播间最著名的黑粉，就是被封一个号，立马换一个号。换一个号过来继续黑，就继续说那种走，就是一直黑一直黑的。他主是如果是正常黑都还行，但是他的黑是不一样的，知道吗？然后封了一个又封一个，起码他已经封了六个号了，起码就已经封了六个号了。他就是不服，他就是换一个号过来说两句，然后封个三六零；换一个号过来说两句，然后封个三六零。不至于，兄弟，你刚刚跟我聊天多好呀，对不对？还什么说我吃鸡，跟我送火箭什么的，多好呀！你怎么打一下就暴露身位？你怎么一下就暴露了呀？你说你不暴露的话，我都不知道你是超人。这个超人也算是出名了，好吧？咱们直播间最坚持不懈的一个黑粉，跟那个六幺八是一种类型的，挺逗的。至于，真不至于，看个直播嘛，开心就完了。
噔噔噔噔噔噔。叫妈赶快啊！感谢是木子妈，木子妈啊！妈的，我的，哎，火箭没拿到呀！我张哥的火箭没拿到啊！这三个兵太猛了，我靠！感觉那个雷就是跟着我在丢一样的。哎，刚刚那一队不能莽，四个人他娘的一个打掉一个都不知道补人呢，我吐了！打掉两个了都没补。你补一个呀，补一个我不吃惊了吗？麻辣烫的等级上去了，换号了，也变得没有以前那么宠爱我了。以前我记得麻辣烫熊天天给猛驴刷办卡，虽然不多，礼物不多，不贵族，但是我记忆深刻，特别高兴，回不去了已经。虽然今天给我送了灰机，但我感觉以前那个麻辣烫已经回不去了。能听我说吗，兄弟？你有什么用呢？杀十个送飞机，可别吹牛了，没有一个说实话的。你这是卡啥呀？你卡？都不知道你是卡什么？兄弟们，今天两杯亲密度，两杯上线，过了十二点就没了啊！亲密度没拿满的兄弟们，一定记得拿满，荧光棒一定记得清空，好吗？侯爷给我充点鱼刺，侯爷给我拿点鱼丸，你们是真优秀。只需两张半卡，这种才叫真实，我相信。啊，这把就跳了三个人嘛，一点压力都没有。猛力兵没有妈粉吗？有，但不多。女粉比较多，女友粉比较多，这都是想当我对象的比较多一点。因为我这个人的魅力摆在那里没办法。进群有要求吗？没有要求啊。如果你喜欢某力币，想跟某力币一起玩游戏，对吧？还没进粉丝群的，想进粉丝群都可以加左上角的助理微信，帮傻006备注某力币或者某蓝，就能加入某力币的粉丝群了。我在群里面叫帮乱，你们可以加我私人微信找我打游戏啊。肯定没有要求啊！什么叫我吃鸡的肯定送你一件衣服吗？什么玩意儿？看到屏幕右边那个周边微信没有？看到没？帮傻365啊！想领取咱们周边的礼品、衣服和 T 恤的啊，没加的可以加一下，只要加了就有机会领取啊！帮傻365。屏幕右边周边微信号，领取咱们专属的周边衣服、T 恤，还有礼品。
猛力被教我怎么追女朋友，追到了给你送火箭。如果你连个女孩子你都不知道怎么去追，你就别混了啊，兄弟，还需要教吗？这个东西我理解不了。有一种第六感，这里有大鼻屎，不开玩笑，看好了啊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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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感谢我拽姐送的这么卡，哎呦，我拽姐竟然破例了啊！拽姐，感谢拽姐的办卡啊！感谢拽姐对猛力被自责心的啊！感谢拽姐大气。猛力被那方面相当牛逼啊！最少都是20分钟起步。嘎嘎猛，这种有可能是过来换车的，或者过来偷车的也有可能。感谢老郑送的门卡，感谢老郑对猛力被自责心的，谢谢老郑大气啊。一首战歌送给大家，一首战歌享受营销。 Ladies and gentlemen, let's go。 战歌一响，黄金万两，本来出征，趁早不争。不来自拔，兄弟们，呜呼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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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把不哥杀给我，打在个背上，呀呼呀呼呀呼！新来的观众听完之后有什么感想，或者有什么建议可以发表一下啊？Follow us, sorry, lolly, be the believer.主播是湖南阴阳人，湖南阴阳人。刀鱼。欢迎兄弟们来了直播间，欢迎各位新来的小老板啊！我叫猛雷逼，也叫大帅逼。如果你不认识我，从今天开始你将记住我的大名。我是斗鱼最牛逼的神，最新的男人猛牛逼。Ladies and gentlemen。
这车技有谁都学得会啊，西巴的。母女比小声一点，吵醒你男朋友起来了，又要弄你了。厕所的，哎呀妈呀，那多好呀，说不定男朋友牛逼啊，开心都来不及呢。所以才是男朋友，不是老公，知道吗？如果是老公的话，结了婚之后，啊，躲着你都来不及呢，真的，别说弄你了，躲着都来不及。看着都怕，哎呦，哇，一个不死吗？老子打了这么多枪，一个不死吗？哇，一个不死啊！可下见解高明。常规常规啊，我也是经常听别人说的，毕竟我本人都还没结婚呢。啊，空投就在脸上又看不到，可惜了，这个圈吃进率很大呀，兄弟们。你以前有个英明远扬的入场，感觉还是你这个跑车帅。刺猬爹，不要说以前，就算是现在你也能做到，好吗？这么谦虚干嘛？就这种跑车特效，你不招也能按，想搞就搞，对不对？只是你不想搞而已，你以为我不知道？感谢我拽哥啊！咱们直播间怎么出了一个拽姐，又出了一个拽哥呀？感谢我拽哥送这么高，感谢大哥对我那边支持，谢谢谢大哥啊！大哥加一个人头还是减一个，你说了算啊！没有大鼻屎拿啥呀？找一下吧，1897就够了。什么叫我儿子都能跑了吧？没有儿子啊！不想和女朋友结婚怎么办？那你这是，你这过分了啊！那你这不行，你这要提出批评，兄弟。感谢 GFMI 送你这把卡，谢大哥。大哥加一个人头还是减一个？大哥加一个是吗？拽哥 ，OK， 拽哥没问题。可以啊，咱们直播间出了一个拽哥，出了一个拽姐。什么时候出个拽弟啊？什么拽弟、拽妹？拽叔、拽爸、拽妈，什么？哪一套？好吧，就然后你们取个团队名字，叫做猛男之拽、猛男拽族、猛男拽、猛哎拽个毛啊拽！这个圈总该我吃鸡了吧？对，那把是1897呀，是1897呀。漂亮，圈不错，怎么换1897了？
对了啊，兄弟们，只剩最后19分钟了啊！你今天的两倍亲密度、两倍上限马上就要没了。张哥，你要不12点之前争取把那个亲密度拉满？等下过了12点就没有双倍了，有点小亏。换喷子不着急，看能不能抽吧，等一下再换。哎呦，我看到了一个老熟人了啊，降低。我降低好久没见了，降低。最近干啥去了呀？这把吃鸡，兄弟们凑钱给你送超火，别，不至于啊。每天都在，真的假的？我靠！我说你三个月没看过你发弹幕的，你每天都在，这个锤一锤。四个人都要去看一下是吧？喜欢捡空投，看你以后还捡不捡。真爽！我靠，这个圈！买呀呼，买呀呼，买呀呼，买呀呼呼，买呀呼！这把吃鸡了，扣一的，一人一张办卡。如果没吃鸡，扣一的都是我爹。要参与的兄弟们，扣个一，这场就你！感谢我拽哥，哎呀，不愧是我拽哥啊，真他娘的拽！我靠，起手就是飞机，祝我拽爹一坐擎天，天天上升的金刚万岁，福禄在，寿比南山，福田大吉，胡松威！感谢我拽爹送的一架大飞机，拽爹加十个人头还是减十个，你说的算好吗？为什么我捡空投只能捡 AUG 呢？我就理解不了。还有人让你刷 AUG， 刷了一个锤锤 AUG。云霄爹扣了个幺，昆士兰第一帅扣了个幺。直接卡一楼。这个 B 是个外挂，都有武器啊，你五十三点不关注啊。
关你妈了个逼操！斗鱼五七二六五十三，点不关注兄弟。我是一名技术主播啊。关你妈逼呀、啊！关关关！还技术主播？咋的？你有什么不服的？你尽管说。去讨饭去吧！你妈的，还主播还想赚钱？一群蝼蚁，不堪一击，一只手捏死，懂吗？兄弟，三天吃了几顿啊？一只手捏死，蝼蚁们，都来看看猛牛逼的操作。你们可以像我一样捏死别人，知道吗？我叫猛牛逼，斗鱼大帅逼。你不服可以来直播间看我的微操，看我的秀。我叫猛牛逼，我是真的优秀。希望你们都能回头是岸，好吗？走上正途。哦。再叠加20个人头是吗 ？OK， 没问题。重新扣一啊，重新扣一。刚刚说吃鸡了，送办卡了啊。扣一送办卡了，重新扣一。你扣一可以，但我希望你们不要骗我。一张办卡没必要口嗨，还是要去画区你们。咱们只玩真实，好吗？还有一个啊，这队还是击倒，这队只是倒了三个，后面来的那个独狼是另外一队的，还有一个独狼估计在马路对面，所以没过来帮。马路对面只有一个，出去玩剩六个，出去那个独狼是五个，五个人两个队。听这个枪声有点像在高架上面，也有可能在高架下面，无所谓。全线禁言，扣了个一。星星逍遥，扣了个一。主播刘子罗学生天，扣了个一。张哥给我磕个头吧，扣了个一。这个名字什么玩意儿？小晚霞，扣了个一。人山大叔，扣了个一。杰哥，扣了个一。六子哥是我，扣了个一。程庆林，扣了个一。MC， 扣了个一。哦，这么多，我的天哪！可以啊，希望你们信守承诺啊。外露落本空扣了个幺，费三岁扣了个幺，扣了个幺，扛毒神扣了个幺。OK OK。克师傅斩尽牛杂扣了个幺。OK， 扣了一的就不用扣了啊，兄弟们不要刷屏啊。新年怎么过扣了个幺，改名中奖压扣了个幺，叮叮叮扣了个幺。来的就是个出其不意，有些观众一直，有些玩家啊一直认为，不管是进圈还是过点什么的，一定要封烟，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，一定千万不要封烟啊。他们后山不在圈，他们都要进圈，把他们全部卡死。脸上来了一个，听到脚步了，直接拿过来，拿过来。直接往后拉，扔雷了。来吧，
我最喜欢的就是混战。3、4、5，摩拉之雷。你是不是以为你能杀我了？一滴血，杀了三。楼上兄弟能听我说话吗？一滴血，吃一滴血，老子他娘掉了三分之一的血，给我来句一滴血。只有一个脚步，连上一个只有一个吧。你死了，兄弟！在这房顶上有什么用啊？理解不了。妈的，对面死完了，连后面死完了，那还有一个人就肯定在右边了。吃鸡概率挺大的，不出意外的话，除非一个雷落我脚下，其他情况下我应该都死不了。九个烟，不会还有人真敢压右边吧？不会吧？还好没念我 ID， 不然一张半卡没了。9888扣了个幺啊！谁跟你说没念的 ID 就不用送了呀？啊！没念的 ID 就更需要自觉，懂吗？感觉没有雷会是一个隐患。你说你苟这么久，苟了个啥？全力起立！我需要看到那满屏的四个字啊！单人400/19/30级，送给大家，三把之内必死200级，系列！牛不牛逼？兄弟们说的算啊！秀不秀？兄弟们说的算。扣了一的兄弟们，把半卡给我交出来啊 ！Ladies and gentlemen。And I ain't gotta go to work no more. Fuck that place, fuck my boss. I'm about to ball, care what it costs.
如果兄弟们觉得魔力被打不错，可以帮我们留把信用归国，感谢各位老板可以多多支持，感谢罗先生的送的门卡，感谢安不逊送的门卡，感谢天天开 EW5 送的门卡，感谢丁丁送的门卡，感谢好，感谢那个什么清风送的门卡，谢谢老板。我无语，兄弟们，无语。感谢廖哥送的马卡，感谢我廖哥，对吧？你们自首去了，谢谢廖哥。感谢我云霄天送的叫钻本飞给，祝我云霄天一祝晴天，天天上升的极高，万事运福禄断，寿比南山，虎年大吉，虎虎生威。感谢我云霄天，祝我云霄天新的年越来越强，感谢大哥。于小天加20个人头还是减20个，你说了算啊。刚刚起码300个人扣了一，但是最后只送了10来张啊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口嗨的兄弟们，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要口嗨，为什么骗魔力币。咱们做人就是讲诚信，对吧？我从来在这方面跟你们玩这个，我从来没有口嗨过。哎，不应该，兄弟们不应该。最后两分钟了，两杯亲密度马上就没了，兄弟们，马上就是新的一天了，赶紧亲密度没了买的兄弟们，一定要把握机会，赶紧拿满啊！一张马卡相对两张，一架飞机相对两架，12点之前都有效。感谢逍遥游送的马卡，谢谢大哥，给我加点难度，加上去吧 ，OK， 没问题啊。刚刚是杀了有9个，39、27。感谢我拽哥，感谢我拽弟。忘记结账了啊，兄弟们 ，sorry，I'm sorry。开完这把机，兄弟们学到什么思路吗？或者学到什么东西都可以讲出来啊，没问题。你明天高考看我直播到明早可以不？不要吹牛啊，真的是高考的学生现在早就睡觉了啊。感谢 Green Man 兄弟们，感谢大哥，欢迎勇敢牛牛。还有一分钟啊，就是新的天了，兄弟们，新的天，新的气象。新的日榜更新，好吧。我张哥嘞，张哥这个火箭，我觉得应该可以安排一波张哥。怎么说？对了啊，兄弟们既然都在场，跟你们说个事，好吧。屏幕左上角私教微信的兄弟们，没加的一定要记得加一下，好吗？就是兄弟们，如果平常玩游戏，对吧？觉得帧数不够。哦，不是，就平常玩游戏你觉得画质不行，你想提高画质，想像魔力币一样拥有同款画质的兄弟们啊，想看的像魔力币一样这么清晰的，又或者是平常玩游戏觉得脚步声比较小，每次到很近的距离你都听不到脚步，如果想像魔力币一样听到荒原100米之内脚步的，想提高脚步声的兄弟们，对吧？又或者是平常玩游戏觉得帧数不够，玩起来比较卡，但是你配置还可以的情况下，如果你想用现有的配置再提高30帧帧数，全部都可以加主角的私教微信 CDC357 啊。最牛逼是，如果你压枪不行，想学压枪，咱们这边有专业的前置业，退役职业选手，视频1v1教你们压枪，兄弟们包教包会啊！不管是想学压枪，想提高脚步声、提高帧数、提高画质，都可以加左下角私教微信 CDC357，可以加一下好吗？无敌，兄弟们！哦，忘记开牌了，对不住，兄弟们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忘记开牌了啊！新的一天了，新的气象，兄弟们，日榜更新，还没有粉丝牌的兄弟们啊，可以卡卡粉丝牌了，一张办卡就能拥有粉丝牌。其次，亲密度没有拉满的兄弟们，一定记得拉满，背包里面的荧光棒记得清空，兄弟们，新的一天，一张办卡就能上日榜了啊，无敌。
得，不能五杀九万多，可以五杀七万多，不能八杀一万多，可以八杀一万多。感谢我秦蒙爹送的加飞机，祝我秦蒙爹一坐擎天，天地之上，生地之刚，万事如意，福禄寿比南山，虎年大吉，虎虎生威。感谢我秦蒙爹，祝我秦蒙爹新的年越来越强。感谢大哥，大哥大喜，恭喜我微笑国际哥啊，中了个三岁，恭喜大哥。秦蒙爹加二十个人头还是减二十个，你说了算。兄弟们，把大旗给我刷起来。今天飞机收了不少啊，感谢各位爹的支持。没什么，你说什么？秦蒙爹没听懂。没看懂，减二十是吗？好嘞，减二十。感谢秦蒙迪啊，对某牛逼的支持信任，谢谢大哥。感谢我秦蒙迪的减二十个人头啊，这就叫格局。卓博士，弗兰阴阳人啊，弗兰阴阳人，加死加死，哎，今天送飞机的就没有一个捡的，不要太过分啊，兄弟们。跳出水楼这种点，没有喷子就玩不了，知道吗？不是不是，我没看到，知道吗？我看错了，我以为是加，我以为是减二十，可惜。直接往前顶啊！最有的思路，最有的秀，虽然没有喷子，三级脚在走，停下。追的我每一步微操，追我的每一步秀，好吗？楼里的人能跳双吗？喂，欢迎八零 IT。弹幕还是在维护吗？估计是的啊。主播在益阳上大学吗？不是啊，清华毕业很多年了。楼里没人可以听我说话吗？有人可以听我说话吗？有人吗？西巴的废物，没有大比死你是流氓，没有大比死到这一只手就能捏死你，西巴，服了，妈的就喜欢拿大比死，老子大把喷子你都死了。下吧兄弟们，今天第一把落地喝啊，哎，落地刚枪没有不死的嘛，藏在后面准备不死写的，兄弟们理解一下。We are beautiful. We are beautiful.
秦风天有没有？秦风兄，想不想永久当爹？秦风兄，刚刚你不应该送这个飞机的，但是已经送了，没办法啊，没关系。其实可以开路钻石粉丝，在咱们直播间开路钻石粉丝，你不仅能获得自带两倍亲密度，而且还能成为猛驴币的爹，永久当爹。只要你来直播间，我就会叫你的名字，就会欢迎你，而且你还能免费获得咱们直播间包邮送到你家的专属啊定制的 T 恤一件，咱们直播间的专属 T 专咱们直播间的定制 T 恤免费送，只要你开路钻石粉丝就能拥有，好吗？非常性价比非常高啊，在咱们直播间看到钻石粉丝，刺猬爹再一个带了一个妹妹的牌子，这个刺猬爹什么意思？刺猬爹啊，感谢云霄爹送的账本卡啊，感谢云霄爹对我们这边支持，现在感谢云霄爹大气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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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开钻粉叫老婆吗？可以，当然可以啊，安排。但是只能叫一声，好吧？不然我就凉了。找谁要？找小佳，善良点，找小佳，好吗？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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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啦啦啦。欢迎森哥，猛牛逼，嘴一个，嘴一个。你可以直接搜索微信号，不对，助理会把你拉到钻粉群的，好吧？你看看助理有没有加你好友啥的，你可以主动加下助理，帮傻008，助理的微信是帮傻008。妈，以后再玩这把枪，我就是个牛马，真的！哇，这把枪的机瞄是真傻逼，我靠！还能被这种还能被他反打，我真吐了，打了个牛马东西啊，玩的是个德，真是废物，我是废物，真的把我是废物打了个门上，兄弟们，我是废物。小画家，感谢这个老板，可以玩一玩啊！前两天爆率很高的啊，看能不能出个千年。加油，兄弟们，加油！等一下啊，我去尿个尿。人有三级啊，尿个尿，尿个尿憋不住了，兄弟们，跳了你们说了算啊。电厂皮嘎朵豪宅你们说了算，尿个尿马上回来啊。感谢小耳朵送的麦卡啊，感谢小耳朵宝贝送的麦卡，谢谢谢谢宝贝啊。
我回来了，兄弟们。来你杀了你了吧！各位兄弟们，晚上好！在直播间的各位爹，你们好不好？耶呼！快刷最强多！哎，我服了，真的，妈的！怎么会这么安静呀？好不对劲啊！跳人了没呀？跳了呀，我记得。妈，城区不拿喷子就是流氓。最后的西路啊，最后的西路，兄弟们，最后的秀。这一把应该可以来个顶级教学，千万不要眨眼啊！谁眨眼，谁就能错过一秒钟的细节，每一秒钟都不要眨眼，好吗？我们直接去蓝宝楼，老规矩，按照老样子的节奏，贴到这里听脚步，没脚步，马路对面没脚步，脸上没脚步，直接往蓝楼冲，切地的时候，随时准备反打，切喷子，切到脚步了，就脸上，一枪，一两枪甩死，下一位，一定学会甩喷啊，兄弟们，一定学会。不看一击，蝼蚁。四个雷，三个闪，游戏开始。全是686，拳击馆那边跳了一队的，
欢迎豪哥啊！可以来波猛男攻击加猛男探索，加起来就是猛男串烧。啊？什么意思？听到没？听到没，兄弟们？兄弟，能听我说吗，兄弟？喂，我听你说话了，兄弟。我听到了，兄弟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谁有是吧？对。你怎么开个自由麦的你？哎呀，就是想跟你搞一下。现在搞死了几个？你想阴我是吧，兄弟？你现在搞死了几个？我杀了五个了。你这了。拜拜，兄弟，下一把。记得关麦啊，下次。我操！没人来吗？我只是个没有感情的杀人机器，就算是水友，我也不会轻松放过。他取关怎么办？不会，愿意来狙击猛牛逼的，早就做好了被我杀了心理准备，懂吗？是不可能这么轻松，是这么不可能这么轻松的就取关的。感谢我们送个游戏啊，点关注参与一下，弹幕发言都赚钱的高兄弟们。哦，我忘记舔包了，注意啊，注意小心，保罗是被收过的，拳击馆这边是有人的。主播哪里人？主播是湖南阳人啊。也有可能是大鼻屎，看一下啊。你说巧不巧，正好我开了一枪，我听到有回音，我靠，不然真要被他阴死，知道吧？你们怎么知道水有大鼻屎的呀？开了是吧，兄弟们？无敌了呀！不用玩了，这把机有了。啊！
哎呦我去，什么玩意儿？妈的，有老六！我的第六感不会错，脸上有老六。太搞笑了，这个比小哥来坏辆车。一首战歌送给大家，一首战歌《小车雨潇》。三个一响，黄金万两，梦来初衷，寸草不生。猛来执法，兄弟们！呼！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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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Everybody, let's go! Woohoo! Pugusa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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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Pugusa. Pugusa, Pugusa.确实很吵，觉得吵就对了，兄弟。多看几天，多听几遍，你就不会觉得吵了，你反而会爱上猛男战歌。冷漠的刺激就看这个桥能不能过去了。Come on, baby, Yahoo!直接做炸粉，二排。堵墙，能不能来把步枪？没有步枪不好堵墙啊。
一个都杀不了。我来这里。摸了这雷，杀直接收，八杀准备就去。喂，楼上兄弟能听我说话吗？兄弟，别怕了，兄弟，我能听到你的，我听到你的脚步了。别怕了啊！勾股定力闪，来一个。一左一右，摩利比用的什么鼠标？左位 FK 二啊。喂，罗兄弟能听我说话吗？兄弟，文化主播，博学主播，你们这是什么意思？我没听懂，我没看懂你们这个弹幕。笑爹什么时候来的呀？笑爹，晚上好呀。所以你们发这个弹幕是为啥了呀？我刚刚说啥了吗？教你们怎么打啊？希望左边丢个烟。小兵雷丢的挺快呀，这一波。吃鸡的局，我靠，这个圈老子吃鸡的局，稀巴嘞，我靠，这怎么秒我的呀，这个人。哦，我说了句勾股定理是吧。哎呀我去，这大鼻屎这么狠，不是，这维克都这么狠吗？139级，1000伤害，杀了8个，单人4排。这个兵应该是挂，兄弟们，应该是个挂，应该是个挂，正常人不可能打得过我的。